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urroad。北京时间4月3日，篮网客场115-122不敌老鹰，排名跌至东部第9，同时正式确定要打附加赛。杜兰特空砍55分，创个人生涯得分纪录，单赛季3次50加创个人生涯纪录。欧文31分，两人合砍86分，仍输掉比赛。篮网上半场就落后15分，下半场未能实现逆转，最终失利。老鹰拿下5连胜，依然有理论上冲击第6的希望。特雷梁得到36分10助攻。数据统计，篮网杜兰特55分7篮板，欧文31分6助攻，德拉蒙德8分13篮板，爱德华兹9分，老鹰特雷梁36分6篮板10助攻，亨特15分10篮板，卡佩拉9分12篮板，加里纳利15分。本场之星特雷梁，虽然杜兰特状态火热，但特雷梁依然率领老鹰顶住压力拿下5连胜。比赛花絮，杜兰特赛前和文斯卡特拥抱，卡特曾在篮网效力5个赛季。欧文赛前热身，弹钢琴是运球亮了。欧文替补席吃东西补充体能，吃到一半被叫上场。进入斋月后，欧文在每天凌晨3-16时之间进食。路雷迎来替补，出战1000场里程碑，他也是 NBA 史上首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。离他最近的是库里的父亲德尔库里，985场。赛前穆托姆博为特雷杨颁发 NBA 社区贡献奖。杜兰特